那不就表示它很没电。不会觉得亮，但是觉得被晒。我在想会不会变成奈美华之后，哈诺林碰可以滑。突然要这样伸出来，我有脚伸出来吗？有啊，你脚分叉啦，你刚直的，然后你突然岔开啊。因为我这边站着，这边松开啊。然后就岔开，我刚好滑到你旁边去，就被吓到。啊，是啊。就要被你绊倒了。都怪我，我停下来还要怪我。你是脚突然岔开啊，像我眼睛看到是这样。啊，我是要站好啊，就滑了一下。啊。好，自旋缓波。轻松滑降，有轻松吗？我们这里已经滑成这样子了。不错，我也只练一件事，就是上半身往下，就只这样。你在干嘛？你在玩侧降？其实侧降也……因为你后面比较低啊。往后路比较简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往后路的话，上半身朝前面，就是稍微压着就下去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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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啊，这里没有那么陡了。这样做好了。
那是比我更快，搞不清楚在哪边呢、啊？在上面。太后座了。你上半身往后偷躲，你上半身往后偷躲偷坐，所以就哇，差点脚要翘上去，翘不下，赶快收。太弱了，很好笑，我就看着你，哎呀。来吧，来吧，在这里，干嘛？他会觉得我们太假吗？嗯，最起码好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松松的呢？你是刚把它线拔下来吗？没有啊，它松了，表示你。我怎么会去拔线？我只有把它装上。然后装号出来，你看到我还一直跟我说，你都在，对啊，你都还在充电，你还跟我这样讲，应该说没有插到最低，又来一个，好冷，白色的也不行了，是小的，另外一盒。你要记得什么是要今天要抓的、啊。白色的也不行了，红色的之前有，红色的之前有记录，摇来晃去的，所以是银色的吧？现在浮动的两颗都不行的。八点八号。
你还要弄在腋下的意思？我没有弄在腋下。你现在是在腋下？怎么在腋下？我也不知道。重来，帮我拔掉。应该是要在我背后。我怎么会弄在腋下？应该是被你的手这样搞了一下，往下一拉还是怎样？我没有卡在帽子里。我先插好，再打在架子里，这样就好了。好的很，好、啊。好了吗？他开了吗？让他试录一段。嗯。脚让他充电。让他再充充。你前进，我坐右边。变到左边，这个方向还不错啊。看不到的，还不错，是我要拍照。你说太阳的方向是说，下午本来预期就晒不到太阳了。现在还晒得到，所以我照还不错。嗯，对，现在有在晒啊。本来想要穿衣服。今天是最温度低，但是被晒暖的一天。但是我到现在零度。哎，来了！哎呀，看到了，来不及了。我怀疑他只载到100个人，没有吧？哦，但是呢，就算只载50个，里面也够挤的了。嗯，四分钟吸，真的有一个在里面，四分钟会造成其他人中吗？如果他不咳嗽的话，应该还好吧？不知道传染力有多少。从韩国来日本发展也算是海外进出。嗯哼，我只是在想，嗯，像那个妮妮很喜欢的那个 Seventeen 也是来日本，还在动开演唱会的。嗯哼，你看韩国日本有什么艺人可以去韩国的？我不知道最大的场地是什么，去办演唱会，好像没有，有吗？对，日本自己太封闭了。就不管，我觉得放浪兄弟很快也没有，也没有在韩国这么红。他们日本真的自己就只发展自己歌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不过最近
那个电视上那个什么团，就是他们也开始会在他们的团员里面讲，加比如说中国人或什么的。什么团？好像上次那个是什么？你说男生女生？是 JO1 吗？男生女生我倒还没上过。女生我知道声优团体有这种状况，你说故意加其中一句的地方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样他去那个地方才比较好发展。嗯，很难说。哎、欸，看他怎么刹车呢？去撞水堆吗？没去啊，我摔倒了。没去啊，他没有摔倒，只是想坐一下。哦，铁板的人都不承认，横着卡住，承认自己摔倒。他不知道现在他只开你碰，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上级开放区域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说赖明华可以自己去那种地方，但是我们也没有，不行吧？也没有开吧，是不是？你说看他务兵平台，你可以坐上去啊，但我猜他没有开。雪够多才可以开吧，上级然后没有雪，滑土滑下来，不会让你把雪板带上去吧？因为你现在有很明显的意图，想要滑下来的意图。啊，那还要滑哪里呢？没地方滑，练基本功啊，叫他把机器练好。教不了他，我们不会啊。你会吗？你有研究过吗？没吧。如果我们在 Harmony Pong 要滑到 OK 的话，要滑大弯，然后标准就是利刃转弯，然后不准发出摩擦声，只能滑画出轨道，然后画完一个刀那个刃的，我还不会那样滑哎、欸，我滑没有，不是完全立起来，但是重心脚踩对，就是一定要那个弯一定要跟你设计雪板设计的那个弯。差不多这样玩，然后就是一弯。雪板设计哦。我们雪板都有设计，都有它的转弯班子，但是我们自己滑都没有照着。就是雪板你加压的话，它会有个弧度。压力越大的话，你可以转越小圈。这样。好了，不管，总之我现在就只练重心。那我有比较习惯右脚的重心的，在这种坡，可能在红线我就乱掉了吧。好冷哦，好冷哦。晒一晒啊，下去晒一晒。现在晒了。好冷。我从早上所谓的太阳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叫热。好冷，好棒棒。还是觉得好冷。明天是更冷啊，越接近。之后就不会出太阳了，之后就下去。嗯，那我明天开始要穿四件。你试试看，是不是？你觉得上午就该穿了吗？那你可以出门就穿了。下辆车在上面整理的时候就穿了。没办法，因为我那衣服穿这里。高。来练习，缓波练习。右边的放松跟这样，换边，换那边。哎，我发现你做了一件事我没有做，就是你还推，我不用推。我没有推啊。你刚有偷推，就是你如果速度不够的话，放松板朝下就能拿到速度啦。所以理论上就是，
就是多快多慢都是用脚就可以做到的。然后转个弯又可以练下一个。好啦，抖的就抖的就身体朝下练习就好了。偷牛，好啦，这里自由练习啊，免得摔倒。这里比较陡，走最左边最不陡了。不乱哦，不乱哦，其实很好滑哦。我有鼻子没有到那边啦、啊、这里就够了。这里滑超轻松啊，我就在想那个人就是那种松雪区耶，松雪区耶，这一整块都松雪区耶。好柔软，松松的，松松的滑这样。绵绵绵，跳跳跳，绵绵绵，跳跳跳。然后里面转弯很安心，对不对？很软啊，就是没有声音，很舒服。也做得到嘛，然后就换一个弯又可以练一半，然后没什么人我就可以占用整个雪道，没有关系。你觉得用这种速度滑，身体会朝山上倾吗？不会啊。对啊，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安全，不会朝山上倾。有意识的，有意识的，山下手这样子远一点点，这样。这样有全身都没用到什么力气吗？
很好。很热。这样会嫌太慢吗？你好像还是有偷朝山上，我有点按，这样两只手都朝下面，我也试着朝，我没有在管朝哪里耶。嗯，我好像还是朝这边呢，在干嘛？你刚怎么了？啊？你刚在干嘛？我在搓你的脚趾块。哦。它脱水，我不要它继续变大。我来搓。我很认真在搓水。下一个。乗車口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乗車口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乗車口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我今天被红色的带走了。我用屁股顶的。自己都挡住了，而且是啊，坐上去被传走的感觉。哎呀呀！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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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明天起，明天起就有了。明天有，然后会有没有？还是我大的也可以借你，我的蓝的、粉、橘的轮流用。我不想带那个轮胎，因为我觉得怕我冒汗。所以我要用天天，还是就轮流用。不是，因为我带的我都没在用，所以我的你拿去用的话也是轮流用。到底手套织回去粘度有没有洗啊？不记得。手套洗是小事，就不知道它怎么干，很干。它的音乐好像怪怪的。再不暖了，再不暖一会儿，而且天热量不足了。所以刚刚说今天晚上吃什么？是有名的猪排饭吗？哦，那一家主要是猪肉厉害，有汉堡排、煎猪排什么的，好像有没有炸猪排我不清楚。但是总之就进去看有什么再说吧。先开了吗？几点开？从上午开到晚上，这可以结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猪排就是猪排饭，应该说富良野，我不确定。富良野猪肉，富良野猪，对，富良野猪。好，因为中午吃太不饱了。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觉得不满啊。我觉得没有吃饱。我今天运动量好像没有很够。它滑了不少呢，还滑了上面到下面。那个上面到下面我就一副放弃，都是用刹车滑法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就一路刮过去。我没办法做出轨道滑法。默默的走了。对，不错。他就弄票，然后摔下来就很丑。我们就在车上看着他摔下来。大腿酸，小腿酸。脸跟脖子的。我觉得我头一直在吹风。是啊，现在是正面风。这头的动作好像在灌风，我的头好冷。我大概是风灌进沙沟里面的感觉。我搞错，它是从帽子跟那个风管，还是帽子上面那个通气孔？反正搞得我现在好冷，浑身好冷。我头顶有那个加黑色那个，完全阻挡。我好冷。我今年比较怕冷啊，我觉得好冷。今年这个绿色波度不够。你说不够热是不是？波度够多就会热了。
你在这里已经晒不到太阳了。太阳就要走了，那一块感觉是个有人可以偷滑的地方吗？我要找树后面，树后面要怎么办？车在站里面。看我一下，我看我的口罩，你鼻子有点出来，真的吗？嗯，你觉得很冷？没有很出来，有一点。这张卡看来很 OK 啊。这也是卡的问题。这本你说会不会帮我办一张卡？也是不理我。他在游泳。这样真的会赢吗？他真的比那个快了。然后另外一个要用自由式。这个在转棒棒。刚刚有一个人两只手在那边转棒棒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And prepare to get off. 你觉得你有办法滑快一点吗？什么？哦，最后的宝物。哇靠！我刚敲了两下，我的背包破了一个洞。真的啊，我摸到洞了。我好像有针线。现在怎么办？那我不知道，你可以拿下来看一下。就是我的电池敲了一下，刚上背包。现在，欸，为什么这里有个扣子？为什么这里有个大口？就是被电池敲出来的，刚敲一下，下来的时候敲了一下。里面只有电池跟那个不会掉东，暂时不会掉东西的。只是我在想，我这里有个扣子，那是什么扣子啊？是啊，你看我有啊，我的扣子，那不就是背包的扣子吗？是啊，不是吗？那是一条带子，在横着两边，你看我。有没有分这两边？哦，我都不知道那里有个扣子。我也只是看到你的一直在晃，但是我的好像也没有在扣。嗯。有扣吗？好像有吧。我有扣。我有扣起来，在这。对啊，所以怎么回事啊？你跑到我上面，我要怎么帮你看看？嗯，刚枪，哇，啊？果然很潮啊！对啊，但是我不靠它就没事啊，真糟糕。我们上次不是带这个去玩水？是更小的，对啊。哇，我的包包被我弄坏了。
是没有啊，我怕我这样一直往下，你没有休息啊，连续滑大腿会酸呢、欸。那都走了，就站那边了。之前不是那个社团有在讨论，有在讨论啊，会被逮。对啊，你觉得有在抓吗？不知道啊。好像也看起来没有。啊？好像也看起来没有。嗯。那我之后就不带背包了吗？那你电池要放哪里？我原来电池是放在裤子口袋。你想回去缝一缝吗？你先缝一缝看怎么样。嗯嗯。好可怜哦。破了。怎么弄破的？我刚坐起来的时候，电池卡在后面后缝的那个空白的地方。你回头看，上面板子，背板跟背板下面，对，电池卡在背板下面。下车的时候起来就敲一下，是这样敲破的。对，敲破的。坐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。那你怎么不动一动屁股？可能坐的时候就被我弄破了。唉。这很可爱、嗯。那是因为我这个有在录吗？有啊。没有。等一下啊。他都没叫哎、欸，是有在录吗？完全无灯号呢。那什么时候停了？你没听到吧？没有啊。那无灯号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眼睛不好？现在才有在闪呢、欸。啊，所以刚刚没录啊。对啊。刚不是叫你让我开了吗？然后我还跟你讲说，什么都没有叫。啊，是啊，你有说什么都没有叫吗？我就跟你说，那你刚刚不是才讲了这一句吗？说这个卡片比较保险还是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忘了开了。换了卡之后就忘了开了，是吗？我不记得啊。那你卡，我就请你说，就帮我开了没？所以现在才有在录吗？对对对，应该是啊。没有，我以为开了，所以我才说，哎，现在看起来都好好的。我是已经完全忘记了。卡，我就跟你说，就录录看看它有没有正常的。我没有回应了，我没听到还是怎样？很早以前都没有录了是啊，上一次吧。上，明明就是站在旁边弄半天弄上去的。对啊，至少两趟。两趟了、哦？不记得。那已经是上上趟，那已经不是上一趟了。是哦。
现在是正面风，我冷的部分从眼睛到脸到下巴，脖子有一点。后脑也有一点点。去穿衣服也要全部脱脱光，然后再从另一间房穿太冷，我决定明天我先回家穿睡觉。嗯。这雨天好像气温高成高于一度的。那是啊。嗯、暖气团来了。是啊。高于一度，这样不是不妙吗？我们上面这里是安全的，我是说。下面不就不妙了吗？高于一度。但是我看预报好像是有一点雪、欸。我不知道问题在哪了。我刚从餐厅出来，那个背包没有拉紧。所以它绕在下半部，所以才会到夹进那个空间，然后才弄破。之前都没这个问题。呼，好吧，缝好以后都要拉高一点。有乌鸦在飞，两只，那是乌鸦吗？还是不是？没有在叫，人家是候鸟，误会它是乌鸦，还是怎样？餐厅里的雾消了吗？还是雾？比较低一点的。嗯。有点冷，明明就我太阳，但是不是一直觉得好冷。我现在已经感受不大到太阳晒的威力。我的手臂也觉得风吹的部分也在冷。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好冷，好冷。一点半。
是哦。顶没有。你问我，我才发现啊。欢迎入座。右山市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左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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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然后也没在拍。对啊，你说他刚刚哔哔哔哔哔就。对，然后我疯狂按了他几百下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录还是不要录。那现在也不是充电状态。电掉了吗？是吗？嗯，就。怎么那么难搞啊？点滴滴，滴滴的。我不出来，我不出来，我不知道点在哪里。哎呦，你自己也掉下去。我的都一直放在手上没有去。对，那他到底想要干嘛呢？应该是充电吧，因为拔了再插，应该会想要充一下吧。我刚刚就是拔了又插，但是它却没有反应。没有反应吗？好、啊，我按。它没有反应，你要按吗？啊，快转过来。正在录啊。它是开机状态。它刚刚是开机状态。我就说我狂按一阵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是什么状态。哦，他是开，我按，他都没掉。你按上面了。几点？两点了吗？才一点半。一点半。对啊。我就要想说啊，是不是该准备要休息要走了什么？结果一看啥，才一点半，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真的啊，一点半啊！我刚拿出来看是一点半，那现在就是两点不到。对啊，1:43。不可能。还要撑好久，好累啊！我刚刚在，我刚刚沿着边边做小转练习。借我看一下。帽子有鼻子有罩住吗？一半罩住三分之二。为什么要罩到？可能是，嗯，还有一些加面罩呢。加面罩在口罩外面。嗯，我们有曾经把那个罩在口罩外面过吗？有啊，之前都是啊。那是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戴口罩了，所以有点戴口罩。我是说面罩罩在口罩外，对，就还加口罩，还加面罩。嗯，因为毕竟这两边右边两颊会有洞，很冷。嗯。今天才第三双袜子而已，我是本来想累积5双再洗，
我觉得倒数两天的时候去，那就是礼拜三啊。礼拜、礼拜四洗太晚了，礼拜五一天怕干不了。礼拜五就要开车去新野了。对，是三晚上，我本来就是想三晚上。三晚上洗，四挂在房间里。对啊，但是没开暖气可能也没有用。把它打开好了。不行啊，食物会坏掉。食物会坏掉，好吧、还有一些东西要吃啊。没开暖气，反而外面的那个冷跟干燥，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吧。开暖气未必会比较干了。超干的、看很气，我人都快干死了。是吗？我都看，每天打瞌睡醒来都觉得喉咙快干死了，这样。真的要滑下去还是坐下去？那种雪况你想滑下去啊？我是说我有办法滑了，但是也没有很有意愿。好像还好，好，但是滑下去就可以不用搬雪具走这一趟。我在想一件事，因为我走路是最痛的、但是我在想一件事，就是滑下去的话，是不是要走楼梯翻过去，还是它下面可以直接走过去？没有办法，你知道我说的问题。缆车站那边是楼梯上又楼梯下，那旁边我可以不走吗？没办法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他还要走那一趟，不过确实少走一段了。那是雪板族，对，跟你早上说的那一批是不同的。不同，你说的是几？他们都有在量吧，量什么？量时间之类的吗？这个是负责上面，还有一个负责下面。你说量时间？计数小朋友在对对对，他们有一直在计时吧，还是怎样？我要练习单脚吗？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带。我今天练单脚的话，就可以彻底把我的脚伸最大化，让明天进入恢复期。我试试看啊。哎呀！对。你说什么？我还是超高啊！那我就速速下去，赶快坐上来，就是。你说你打算现在说四次超高吗？是啊。其实不用到四次，可能三次就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不是要两点了吗？现在不是四十几分吗？但是其实两点、三点就关了，所以其实一点半也不算那么早。我们滑四次就是一个小时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对啊。三次或四次就可以收工了。好，四次，好，那我继续练习我的，我还可以练四次。你滑你的、我在练习可能会很慢。
要吗？来哥哥，他踩到我的那个，我踩到吗？对，你踩到的，我拔不起来。哦，你踩在我的白色的部分。而且它蹲很低，大腿超酸的。嗯，大腿超酸，但是你蹲很低会滚。你要是愿意付出大腿的肌肉的话，太酸了。蹲低，蹲低，头再朝前，你会觉得超稳，超级稳，朝前这样，那就可以预先为正确的 pose 做准备。真是超酸。对呀、啊。单脚练习。我的单脚好像是滑行，对不对？会侧滑，而不是顺着轨道滑。我现在好像有办法，右脚好像姿势正确一些，但是会是侧侧的甩出去。我要有办法让它是滑。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用钢鞭啊？啊？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用钢鞭啊？姿势正确的时候。嗯、我好像快要了、嗯，但是只有这种坡度的时候。真的有在录吗？我看有。奇怪，还、啊、有没有在充电？在录的时候。你说万一他不充电呢？有可能是中轩都没有录，这么久忘了开，结果他充到饱了。有可能，因为他真的没录几下就停下来了。没录。礼拜三晚上洗，那就是后天晚上，今天礼拜一。礼拜三午餐是空线鸡。你到底要？但是我忘记你说它是吃什么的。我看到它皮煎的酥脆的一块炸鸡排，不是炸鸡排，煎鸡排。嗯。对啊，空线鸡，我觉得是吃鸡的。既然那个煎的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其他的应该也厉害吧？他4.5颗星嘞、欸。几个人啊？两个人4.5没意义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敢开在那个的对面，应该很厉害。什么 case？ 对对对对对，那两个都是，应该说那两个位置应该是北之峰转向富良野，每台车都会路过的啊。嗯、对啊。那里应该是地段最好的地方。可以，今天也不用走太远就可以拿到车子，对啊，就可以去吃混混了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哇，我每天黄土都在等吃饭。嘿嘿。等休息。第二次说这么风起的，你是？不需要耶，还好。然后一直重复滑有点。嗯，我有感受到自己的进步。我没有，我觉得没有。你在脚痛，不好意思。但是那种刚下缆车那块很平的，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要怎么形容啊？利刃的感觉吗？没有吗？啊？不是啦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把它立起来，是说那种有慢下来跟放松了变快的感觉。有啊，你明明就有办法停下来。我都可以成功了，我会滑。去。
好，每一段有不同的功课，最上面是单脚练习，中间是踩踩，大腿好痛，嗯，用到大腿总是好的，你就其实都花在恢复大腿上了，这些肌肉一月就会消失了吗？太冷，也不会去骑脚踏车。然后年票也满了，到樱花季再来买了。哎呦，我去骑都要看五月。还是现在十二月了，到底它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最近吗？就是最近。那等到我们二十号回去，它就没了。不知道还有。对啊，那就真的樱花季再买吧。嗯？还是你有到带你姐去看？就是啊，可能在逛街什么的。对，应该，而且那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。对，那时候很便宜。那真的樱花季再买吧。嗯。樱花季前好不好？不要最挤的时候去买。嗯、欸，可以啊。我累了，我累了。我这人没人才赚。嗯？没人才赚。嗯，还算不错的。我们都没有走另外一个方向，有我们下车，早上下车有两个人往那边走。嗯。花莲这里也没太阳的，这上面的太阳没有了。嗯。只剩下面有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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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一道。连晒太阳都没了。你吃屁啊！我就是吃药，我没有笑，一直来不及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and get off.这次恐怕是没电吧？哎呀！喂 ，SD 卡 error。有电吗？还有电源的电池的量的那个钮吗？他现在正在录，但是我却看不出来，我却没办法摸他的萤幕。他有电吗？因为我没办法摸萤幕看他的显示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刚刚是说 SD 卡也有，这很奇怪。电不知道。电不知道。为什么这台这样子啊？什么都不知道。因为没有显示。没有显示吗？没有办法设定吗？正常状况下可以摸，按了可以知道，但是我摸它，它都不理我啊。我是要看电有连着吗？你说什么？摸摸看电池是有连着的吗？我把它停下来吧。好冷哦、喔，手不想伸出来。我用开机的，对啊，我是用手操的，我开机看电，68%，这是有电。有在充的符号？没有。是掉了吗？
我觉得是。我现在进入路的状况。有吗？有，像你我按它，它亮灯了，但线没有掉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再看一次电池的灯哈。蓝色灯啊，蓝色灯啊。好。然后它叫什么？它可能又说 SD 卡 error 了。那现在是自动停下来。啊靠！是什么？他为什么现在说 4K 嘞？我不可能叫他录 4K 啊！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设定他一下。4K 的话，我的记忆卡不可能那么快。我会先把手戴起来。你就手套戴着吧。用 APP 对啊，用 APP 设比较好，用上面触控的，我还不知道按多久了，按到光掉。过前会好一点吗 ？Hero 7设定。解析度 4K， 什么时候改变 4K？ 那永远都不行啊！1080，每秒 frame 数60，它是设定跑掉了还是怎样？广角、短片关闭、语音控制 off、提示音高、Quick Capture、荧幕保护，好了，收工了。回去看影片，看它什么时候搞成这样子的。好，开始录了。好了。这不早点帮我看。我没有料到。他记忆卡够吗？一定够啊。所以他 SD 卡也有，是他也写不了那么快。所以换什么卡都没用啊。欸，之前几天有这样吗？没有。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记忆跳掉还是？就是这样。对。4K 呢？
果在那个的话，就会那个了。再硬撑着的话，可能会一直往左转，所以我就不硬撑了，先坐下。你后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板子有掉吗？没有啊，板子都在脚上啊，我只是坐下了。一宿。糟了。啊？想进来看看啊，一宿，一宿，一宿，嘿，你不要过来哦，嘿，现在我的问题就是站的问题吧，对啊，就是说这一块这一根撑下去线太低了，这样有支撑力，但是我的手力气不够。嘿，把屁股移到板子上，移过来了，左手没有地方插，一边高一边低。我看你要搞多久？一宿。一宿，就很想要休息。我屁股是移过来了，接下来要怎么办呢？要用脚的力量。用脚。啊？用脚。是啊，是啊。那你现在还是想用手啊？因为我要先把上半身弄过来，这样。这样子可以，先弄成蹲的状态。对啊，然后起来，站起来就好了。可以耶。变成这样的侧站，哈哈。一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板子掉了？没有啊，板子都在啊，我不想拆啊。对啊，不要拆啊。对啊，站起来就好了啊。现在是右边的板子位置不对，这样。太下面了。啊？太下面了。没有施力点哦。
嘿，小。嘿，右脚出来了。又让我喘一下。我好冷哦，我在这里看。我热你冷，我在喘。好了。好吧。结论是一只脚不行。我拖了右脚，这样就很简单了，然后再把左脚插上去。哦，早知道就拖右脚。插好了，要滑啊！啊？我要快，过来一点好了，过来一点。我这样子就快出去了，因为现在重心脚踩的是对的。本次学会，身体下面的那只脚脱掉，我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你是说五号都有时间算多算一趟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还剩两趟，这次是第二趟。差一点要一拳出去。我暖了。好冷。还是我暖了。这个老师是灰色的，他在教原地打转，就不是原地啊，就是、一直转转转，一直下去是吗？我觉得有很多人喜欢，很厉害、欸。有一些人刚下的时候就一直这样转了，刚下完车在那里就一直转，搞不好我们也可以转啊。我们没办法。我们可以。哎、欸，那我来试试看好了。不用，你就摔倒。他们现在在干嘛？上上下下，他的翘起来的，他教翘起来的方法，还是教松雪的滑法？这是什么姿势？一群人在，我要摆 pose。我看一下，这样要干嘛？这样子的话是把重心摆在山压山上啊，我就觉得是松雪滑法嘛。
你不觉得？你不觉得他们的重心是压在山上跟，跳起来？不是跳起来，不是课程内容。我他们在拍照。哦，是哦。嗯，是有一个，没有看到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样子。So，这大家都要做到 pose， 所以跟滑行教学无关。难怪我就觉得奇怪。我也觉得，怎么会？没看过教这个的。因为那个很像是起跳的预备动作，一脚上一脚下那种。你全身热了？啊？很热了。我没有到很热，只刚刚只到暖的地步，现在又渐渐冷下来了。因为刚我也没花掉很多力气啊，我记得以前一次会耗掉全部的力气。但是刚刚我就坐下，然后我想站起来，站不起来。所以主要课题就是怎么把屁股移到板子上。我刚刚做成功一件事，就是把板子收回来一点，应该说把屁股往下移一点。但是没办法移到正上方。站不起来吗？就是因为身体是歪一点的，所以只能有个东西撑住我，才可以把重心回到两个板子正中间。我板子这样扔在这里，你蹲在板子上是站得起来的人吗？可能可以，但是我不是蹲在板子上，我蹲，但是是斜45度蹲，所以还是不行。我再摇一下，发现会变膝盖可以跪地，但是还是人在外一边，就是我始终上半身都在右边，就是回不来。再两次啊！已经15分了，这上去就20分了。一次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用不着撑到3点。没有啊，就一次大概40分。对啊，再一次，然后就可以去坐缆车，这样就不会有一堆人坐下去，应该不会有一堆人坐下去吧。我希望能坐到位置，再滑一次就好了。好，嘿嘿，脚受伤，快看这里，那今天晚上再贴一遍。要贴吗？然后睡起来没有觉得痛啊，但是一穿鞋就痛。就是你一直说痛的那边吗？用手捏都还好，就穿鞋真的是不行。我今天穿右脚没有昨天穿那么好。我今天右脚也很没力。我今天要踩好几下，要踩得很用力，最后终于踩进去了。第一天最惨，第二天自己穿，第三天右脚又没力了。然后第三天大腿酸了。不知道肌力怎么样，不知道血怎么样。哦，哇，那今年一月这样不就有可能很惨？就是苗场那个大斜面，我们还是滑不到，我们又要去 Gakura 了。Gakura 的话就是著名的，它已经松松的了。但是我在苗场现在还没有雪吧？好冷哦！太惨了。我怎么觉得他是拿着手套在甩是吗？我觉得他的手掌晃动的很不自然，但是手套拿在手前面吧？冷死了，有可能。或者是虚套着，松松的感觉。手套里面手指都是冷的。手套冰冷。不算冷，我不行啊。没有，是就是手冷。你说还是冷？你
自己跑进去了。我自己跑进去了。我就想说，我就看着，我说你在干嘛？不过我就缓缓的，但是踩了一下又觉得不大对劲，又踩了一下又觉得不大对劲。如果我在那边坚持的话，可能会越来越左转了，就掉下去。就是进去的话，可能不算掉下去，但是可能会出不来。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更低的地方啊。嗯。真是有人了，嗯，我好没人啊，大家在哪里啊？啊，都在滑，都在滑，我觉得水道上面有很多人啊，都下去了。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好了，好放松。你继续啊，你要滑就继续啊，我在休息。好，好啊，我跟在你后面啊。你已经知道怎么后退了？没有啊，很吵哈。啊？很吵哈。没有，跟平常差不多，还好了。对吧？嗯。嗯。你说什么？没有草啊？有吗？没有。
不要了啦，糟糕了，糟糕了。抖抖上山，抖抖下山，真的很有真。我刚等你等到真的是人死了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热情，手还是冻的。所以每次我摔倒了，你再等我一下也很累。好冷啊，我的腰。没有印象。没有印象。不过前面的钓鱼怎么左右摇晃呢？他们的腰不一致，有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。这就是两团 ，Robo 跟你的会在一起。是啊，台湾团啊。对啊。他们在大合照。他们做怪姿势。破了。金富良也王子，不知道他们住哪里，应该就台湾人会选什么样的饭店？不知道，看你跟学校配，看有没有优惠。这正常的学校6000，真是。那对外国人来讲还是不贵。外国人。你说欧美人是啊？对于换外汇的人来讲，真是。所以今天一直吃锤，是因为他变4K 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4K。昨天没事，所以昨天晚上变4K 嘛，奇怪。我应该完全没有去摸它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天天让你饿的啦。你饿到一天就觉得好像在有想在吃饭。还是你？我觉得中午跑去吃呷哺呷哺好像有点冒险，因为那个呷哺呷哺也是火车站附近，所以。会不会又是一大堆人？但是平日又很难讲。晚上才吃啊。晚上5点才开。那、今天不就又要再去买两包？买两包菜。对啊。我看今天的那个。跟他续，一直续。今天的地方，对啊，今天的地方有。今天吃什么店？今天。那猪排会有吗？如果有，他有炸猪排就会有。吃不饱 ，ISO 到。那你帮我关掉了啦，不用看。不要录。继续看看他的状况怎样。
穿吧。这个方式那个比较幽默，还跟我们放进希望，那个人比较有趣，化解尴尬。那我们就看着他在干什么。嗯，手动不了，只能挤过来。我觉得有点热嘛，帮你抹蹭两下。好，脱水是这样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泡着就好了。泡着好像有一点点热。有用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因为就没有被冷风吹。正在动，算了，两分钟就等吧。超过一半了。拖把进来的点是这里，棒子的左边，带个速度转进来。怎么比刚刚人更多了？其实我们不是滑上面不觉得它很冰吗？觉得不觉得冰，但是刚那个雪板的声音听起来很冰，它的咔咔咔声音比较大。你多少？我尽量减，我就要练丹田。一直敲就一直掉了。在下车了。该不会就开走了吧？走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那我位置给你。对啊，你拍。4K 吗？随便你啊。
我以为他要开得下来，像跑冲的，差点都滑倒。你走不快，害我以为要下，我被关了，害我没有跑快。那供主要敲那个，跟我说供主要敲车轮旁边意思一样，他在敲那个着陆板。那我关了，我刚有关吗？我关了。